西北太平洋上第18号台风山陀儿的强度在今天清晨2点增强为强烈台风。到目前，强烈台风它的强度还在增强。早上8点，它的中心最大平均风速已经来到每秒55公尺，相当于16级风；瞬间最大阵风来到每秒68公尺，相当于17级风以上。目前，它7级风的暴风半径220公里，10级风的暴风半径也增大到80公里。而我们预估七星它将逐渐地向北上，明天登陆南部，直接侵袭我们。过去台风移动速度非常的慢啊，那在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，它已经来到鹅銮鼻南南东方大约220公里的海面上。我们预估未来还是以比较缓慢的速度往北，再往北北东的方向移动。它目前暴风圈正影响到我们南边、东南边以及西南边的海域，陆地上正影响到台东、恒春、屏东和高雄。但随着它北上，我们警报区域在陆地上有增加了澎湖、云林和花莲。所以目前海上警报区依旧是东南部海面、巴士海峡、东沙岛海面以及台湾海峡，陆上警报区域则是花莲以南的地区、恒春以南的地区和澎湖。也提醒大家，随着它的移动，它的10级风的暴风半径，因为目前是7级风暴风半径影响到我们南边陆地，但随着它移动，预估明天清晨开始10级风的暴风半径会接近影响到西南部的地区。我们移动速度在今天逐渐的还是缓慢，然后上到陆地以后依旧是比较慢速度，今天一直到星期四上半天持续影响我们。我们来看一看啊，其实随着它的影响，海面的风浪都已经明显增大。今天、明天2天，所有海域的风浪浪高都有在5米以上，尤其是在台风中心附近，像东南部海面、南部海面，甚至明天开始影响的西南部海面，浪也都有6米以上。台风中心浪高更高，会有8米以上浪高。今天、明天2天，台风移动得很慢，在我们西南方海面逐渐向北移动，所以这样的浪况会持续影响。也观测到了长浪的现象，像这个橘色的点点啊，就是已经观测到巨浪的现象。其实长浪在台湾附近海面都已经观测到了，其中在东沙岛海面以及小琉球海面有将近7米的长浪情况。今天、明天2天，各海面以及澎湖、金门、马祖依旧会有长浪的情形。再来看看风力结构，我刚刚特别提醒我们台风的中心风速以及最大阵风，就是要告诉大家，因为这样的完整结构在明天登陆的时候，这样的风力会直接影响到西南部地区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看今天，其实台湾附近大部分的海面平均风力都是8到9级，阵风10到11级。但今天晚上到明天，风力明显增大许多。我们的色列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些颜色色列是风力大的。明天以后，台湾附近各海面平均风力会增强到11到12级，阵风会有13到14级，尤其台风中心平均风16级，最大阵风17级以上。如果它明天在登陆南部地区的时候，其实这样子的风力结构就会直接影响到南部地区的朋友，这样子的风速它是强劲，是令人担心的，所以南部的朋友要特别小心。至于在天气方面，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山陀儿台风中心，它的东侧有一波一波的云系正在移动，在往我们这边移动啊。那当然，我们还是要强调暖色系的云系。这暖色系雷达回波，只要雷到我们的上空，就容易带来瞬间的强降雨。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可能是每小时40-50毫米或50-60毫米的雨这样子下。那未来它逐渐向北移动的过程，这样子的强回波就一波一波会移到我们上空。但是目前因为它移动速度慢，所以影响最明显的地方依旧是从昨天开始下雨的区域，依旧是东半部地区、恒春半岛和屏东地区。这是今天白天的降雨，这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的降雨。然后明天早上到明天晚上这段时间降雨，随着台风的靠近，明天开始连南部地区的雨也会大了起来。那当然，在西北部地区的雨可能要靠像我们刚刚所提的一波波的云系，它穿越山脉，就是过山以后，才会造成西北部地区有断续零星的下雨，所以相对而言雨势是小许多，降雨的时间也比较短。就以今天明天来看，今天的降雨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，提醒大家今天在台北的山区、新北市、基隆北海岸、东半部地区、恒春半岛以及南高屏这些地方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。
尤其是花东地区还有高屏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豪雨，另外台东山区横穿半岛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豪雨，东边以及南边是这样的天气，但是中北部地区就必须靠云过山，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降雨的现象。而提醒大家，今天新竹到台中依旧有焚风效应带来36度左右或更高的气温，如同昨天苗栗、台中、彰化一样。这边朋友要特别留意，气象署也发布了高温资讯。明天降雨的情况，南部地区开始明显，东半部持续依旧，然后中部、北部地区有一些零星的降雨，尤其中部地区的降雨时间会比较短暂。而明天降雨的时候，各地会有大雨或局部性的豪雨，提醒在花东地区、横穿半岛、还有高屏山区以及东北部山区，可能会有局部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。在就之后喽，星期四，台风若逐渐的向北移动，在南部还有东南部这些地方降雨会缓和了，但是北部地区依旧会降雨，而且雨开始也会比较大一些，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豪雨。在温度方面，我们提醒了今天有部分地区有高温资讯，而要提醒大家，在星期四这段时间台风渐渐离开，但是北方东北季风南下，这波东北季风南下星期四开始影响到星期五到星期六减弱。而这段时间在星期四的时候，北部、东北部、马祖的高温会下降到25、26度左右，甚至下雨比较明显，若中部还有东部云量还是多的话，高温也会下降。然后在东北季风影响那段时间，各地天气比较凉，尤其是中部以北、东北部和马祖的低温大约在20度、21度左右，其他各地低温则在22度、23度。但这波东北季风就像刚说的，很快在星期六就减弱了。